伊说啊，你妈妈敢有讲伊同事要转去啊？这是妈妈没有你的生计钱。来，你坐。本来办一个员工旅游，啊你嘞？去一个人的旅行。一个人旅行啊，注意啥？上重要的一项，就是唔通因为孤单，就凊彩起来就陌生人啦。听起来那有一点仔危险，但是又有点浪漫。 这个世界就是爱每一个人都无同款，才会好耍。敢有空的房间会当互阮困一暝？你是超工，无爱加油的吼、哦。我这边真正进步足济，我嘛会使跟你一个人过生活。你当作伊是朋友，一定无一定啊。假使我陪要料理，你敢会接受？